好，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刚刚没有录到第二组的说法。但是按照第二组的说法，第一题这首诗讲的是这个爱人爱情持续的比太阳还要久。也就是说，按照第二组的说法，他爱人已经超脱了自然的时间限制。所以，如果真的要完美的去描述这段爱情，不能只靠大自然，只能靠一个更永恒的东西。那这首诗里面提到更永恒的东西，就是诗本身。这样可以吗？好，你们这样可以适应吗？可以哈，这样子我也，嗓子也可以省一点力。通常如果你学去做演讲的时候，人家会跟你说，做演讲前不要喝甜的饮料，这是冬瓜茶。所以，塞翁失马。好，所以第一题，其他组有想要提供什么意见吗？或是补充什么想法？好，那我们赶快进入第二题。第三组再问第60首第5到8行，它的形式如何印证它的主题？你们觉得呢？它只有一个句点，然后就是在讲。人时间会一直往前走，然后一行大概会提到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到两个阶段。好，谢谢。所以，这组是说，这第5到8行这边的主题是说，人的生命是线性前进，无法遏制。所以你看这4行，他们都是用一句话来讲完，从第5行 Nativity 一直到最后面，只有一个句点。Nativity, once in the mane of light, crawls to maturity, wherewith being crowned, crooked eclipses against his glory fight, and time that gave doth now his gift confound. 只有一个句点，所以从一开始 Nativity 诞生，一直到被时间吞噬，都是用一句话来带过。另外，这一组也有提到说，只有4行，但是每一行提到的人生阶段不止一个，所以第5行提到诞生，但是第6行 crawls to maturity 就是渐渐到成熟，wherewith being crowned 就是成熟了，所以这算是两个阶段。第7行。Crooked eclipses against his glory fight，所以就是身体开始愚裸了。然后第8行，And time that gave doth now his gift confound，时间赋予的礼物收回了，就是生命。所以如此的一个一个堆叠上去，累积上去。正好可以让读者感受到生命不断前进的感觉，因此我们可以说形式印证了主题，这样可以吗？好，谢谢。这一题其他组别有想要补充想法吗？好。第3题，第3题在问说，73首第2行为什么如此不确定？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我们觉得，老师刚刚在讲那个，有跟我们讲到第五，就是跟我们解释到第五行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哎，那是不是？为什么你会？对，我说我说。没关系，你直接跟我讲，我来转述。哦，这个想法不错，好，谢谢。所以第四组是说，这首诗至少前半的意象是一个破败的意象，它是在描述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在推测说，在他的爱人眼里，他的爱人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有第二行的泛黄的叶子甚至可能掉落或掉光了。第三行到第四行又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破败的教堂。所以他这个如果是推测他爱人眼中自己的形象，那就有一种不确定性，毕竟他不是他的爱人。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就反映在第二行，When yellow leaves or none or few do hang， 到底是 none 还是 few， 到底还有没有残存的叶子在树枝上。这个不确定性反映的就是他的爱人到底还爱他多少，看着他爱人眼中的他这个形象还有没有叶子在那边，还是都全掉光了。好，谢谢。这一题其他组别有想补充什么想法吗？好，那我们来看第四题。哎，不对，第三题我好像要给另外一个组别。你们有什么想法要增加的吗？没有，好。第四题，第五组，第五组在哪里 ？Hello， 好，第四题，第138首，诗人跟他的爱人，他们的关系算健康吗？你们觉得呢？哦，我觉得是不健康的，因为他们很常欺骗对方或是说谎这样子，然后是一个不健全的爱情关系。好，谢谢。所以这组提到的是说，这首诗的主要概念就是诗人跟他的爱人彼此欺骗。我们其实看几句就可以看出来。第一行， When my love swears that she is made of truth, I do believe her, though I know she lies. 所以一开始爱人就骗着她。但是你看第五行， Thus vainly thinking that she thinks me young, although she knows my days are past the best.所以其实诗人也是在欺骗他的爱人，让他的爱人觉得说自己比实际上还要年轻。所以你看第八行，
On both sides, thus is simple truth suppressed. 双方就这样子把简单的真理给压下去了，所以是两方都在欺骗彼此。所以乍看之下确实是蛮不健康的嘛。你看嘛，如果你跟你的重要他者彼此都说谎欺骗，这感情感觉这个基础不是很稳定，不是很稳固。但是因为莎士比亚，所以没那么简单。我们继续看第九行。But wherefore says she not she is unjust? 这边 wherefore 是 why？ 可以简单理解为他哪里又说他是正义的，或是他是忠贞不二的。然后第四行。And wherefore say not I that I am old? 我又何尝说过我不老？所以渐渐有一个转变。一开始说彼此在欺骗，可是这边又说，我又没有说我没有在欺骗。那能够负负得正吗？我们继续看。C 行 Oh, love's best habit is in seeming trust. 爱情最好的外观是貌似信任。An age in love loves not to have years told. 而爱情中开始年老了，最爱的就是不要把这年纪讲出来。这两句非常有意思。Love's best habit is in seeming trust. 莎士比亚这样讲，我们可以理解为，任何一段感情总是有一些成分是，也许跟现实不是非常吻合的。你可以把它想成被爱情冲昏头，有某一种浪漫想象。那浪漫的想象跟就是直接开口就是说谎，这个界限又在哪里呢？尤其这边的谎话都是称赞的谎话，左看右看，越看越像。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回到最后两行。Therefore, I lie with her and she with me. And in our faults, by lies we flattered be. 所以我对她说谎，她对我说谎。这边当然有双关语，就是我们两个躺在一起。然后从圣经来的传统，如果你说你跟人家躺在一起，就是你跟人家睡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一行。我们在我们的缺陷中，因为谎话而彼此得到称颂赞美。Flattered 现在英文会说是恶语谄媚，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负面的意思。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选择用一个浪漫美好的眼光看着爱人，他也用一样的眼光看着你，何尝不也是一种爱情关系？所以没错，它不是一个典型的爱情关系。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在走钢索，走错一步，整个就毁了。但是如果走得好好的，双方都愿意配合，好像也可以持续一阵子哦。不知道这样讲你们有没有听懂，或是是否能接受。大概五年前吧，有一部电影叫Phantom Thread， 忘了中文片名叫什么，鬼魅衣裳吗？它的故事就是
有一个男裁缝师，非常知名的裁缝师，也非常自傲，一直没办法找到一个跟他谈恋爱能够坚持下去的女生，都会当做他的作品的灵感，然后灵感炸光之后人家就离开了，或是他把人家甩了。但是有一天就遇到一个乡村简单朴素的女子，想到一个方法去对付她。一旦这个裁缝师开始高傲起来，这个女的就去挖毒菇，然后就是把她毒害，但是不会毒死，只会让她发病。那一旦发病，她就会需要有人照顾，所以这女的就把她慢慢的就是照顾，让她康复回来。这男的后来也发现真相了，但是选择继续留着。这段关系我们乍听之下觉得超级不健康，可是刚好这两个人能够从这段关系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所以看起来很奇怪，但是能够说真的不健康吗？我们休息一下。不行，刚刚那样真的太怪了。下一节课还是正常讲话好了。
好了，上课了。上课了，请归座。好，麦克风还是坏掉的，可是刚刚真的太怪了。你们有过做同步口译的经验吗？比如人家边讲你边翻译，你就会知道同步口译是你要边听然后边处理边讲话，但是三个同时做太累了，不要。所以我就用我平常洪亮的声音跟你们上课。好，所以刚刚第四题另外一组也有要回答这一题，你们有其他要补充的想法吗？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五题，第六组，你们的题目是要比照上一周跟这一周的桑莱诗，哪边一样哪边不一样，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啊 ，OK， 所以第六组觉得说，上一周的诗跟这一周的诗主要差别在于，上一周诗里的诗比较直接做爱情的表述，这个直接陈述，但是来到了莎士比亚，他好像很喜欢用一些比喻啊、意象啊，一个他们说拐弯抹角的方式来去形容他心中的爱情。OK。我自己读出来也有类似这样的感觉，那有没有你们觉得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哦，他们没有觉得哪边特别像，所以我觉得大概唯一的共同点，你们应该会同意，就是都在讲爱情嘛，呀、yeah, ，但是讲的方式、用的意象。好像就差蛮多，甚至譬如说爱人的刻画好像也差蛮多嘛。上周的爱人他有名字叫 Stella， 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大概摸得到，但是这一周爱人存不存在都还是个问题。好，谢谢。这一题其他组有想要补充想法吗？好，我们还有一题，第六题。这五首，请选一首诗，然后想一想你如何看出来这一首是16世纪写的诗。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上周有稍微带看一下16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跟这个文风和文化事件，文化特征。能不能从这五首诗看出一点16世纪的影响？给你们十分钟。然后线上的同学，你们可以回到就是小组的讨论。如果有线上的同学，可以再次把他们拉进小组讨论。会问这题是因为这是你们的期中考题。我会选一首你们没有读过的诗，跟你讲说它是哪一个年代，然后问你说你要如何看出来它是这个年代的诗。
十六世纪的重要事件记载，可以看讲义第二页。好了，我感觉好像整个教室充满着困惑，不然这样好了，我这礼拜带你们看，然后下礼拜再让你们试试看这题，好不好？这一题每一题每一个礼拜都会问的，好不好？我带你们看，我们可以一首一首的来检视。第八页第十八首。在比较爱人跟夏日的太阳，那这五首都在讲爱情，所以主题上面就有一点符合第十六世纪的关怀之一嘛。如果你看讲义第二页第十六世纪正中间，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下面那一行 ，A court of love and chivalry， 他培养一个宫廷的风格是充满着慈爱跟骑士精神。所以，一个去探讨爱情的诗，像十八首，相当直接的这样的一首诗，是很符合当时的宫廷风格。而且最后两行，他说他用他永恒的诗句来，颂扬他爱人永恒的美貌，听起来相当有骑士精神嘛。我来为我的爱人服务。那这首诗，格律也很工整，其实每一首诗格律都很工整，但这首诗，句子也很工整，就是。我们刚看到有几首诗，就是句子它不是到了行尾就结束，它可能两三行都同一句，但是它这首诗每一行的行尾都有一个标点，相当工整，所以这也符合，看错，这也符合，我写在哪里啊？我记得我有写。哦，好，就是十六世纪倒数第二行这边最后面几个 The Sonnet 上来诗，另外一个是 Admiration of Form， 很崇尚形式美。我们之后几个文学年代会看到几首诗的形式开始有变化，比较不工整，你就比较能感觉出那个差别。我们看第九页六十首。这边我要强调的也是形式美的问题。我刚刚就是第三组帮我们回答这一题，五到八行，
这个时间线性无法让它停下来，它也是用形式的方式呈现给你感受到。当然，然后什么爱情啊、桑莱斯啊，这些都一样适用。第73首，这边除了以上讲的，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你还记得它其中一个意象第四行破败的教堂 （bare ruined choirs）？这个也反映16世纪的一个历史发展。就是如果我们看讲义第二页，中间有写1530年代 ，monasteries destroyed with their books。我们说亨利八世创立英国国教，所以为了对抗天主教旧教的势力，他破坏了全国各处的修道院，然后同时等于毁坏了修道院在保存的书籍。但这边我们要讲的是天主教的教堂被破坏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想到这样的意象也是反映一种史实。如果你生活周遭看不到破败的教堂，你怎么会去想到一个破败的教堂？第十页116首，这首我们没有仔细去讨论。它的基本意思是，我们看第二行中间 ，Love is not love which alters when it alteration finds。如果爱情欲变则变，就不是真爱。这就是这首诗的中心主旨，但它下面用来比喻的意象就很有趣。第五行。Oh no, it is an ever-fixed mark. 它是永远固定在那里的标的。That looks on tempests and is never shaken. 遇到暴风雨都不会动摇。It is the star to every wandering bark. 它是每一艘船所看起的那一颗星，就是那个北极星嘛。他这样的比喻有一种航海、旅行、远游的一种意象，蛮符合。回到第二页有一行是倒数第四行 Piracy and Voyages。 我们说1588年西班牙的光荣舰队被摧毁之后，英国人才愿意去海上冒险，所以这也是一个看向海洋的年代，还不是海洋的霸权，但是渐渐有朝向海外发展了。所以莎士比亚用这个意象也是可以说是反映一种史实。然后就是138首。他的这首诗的中心意象是互相欺瞒吗？有一个互相不信任，互相欺瞒，但是彼此又信任，一种矛盾的状态。我们稍微联想一下，其实有点像是英国国教虽然是新教，但是大部分的典礼仍然保持天主教典礼，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明明国王宣布说我们不要再信罗马那个了，我信就是以我国王为首的国教，但是仪式典礼干嘛大部分都一样，所以又说是新的，但是又很传统。表面上好像是信了新教，但是内里好像还是旧的，有一种表里跟内里不一，彼此欺瞒都好，但好像还是过得下去那种感觉。
所以差不多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去回答。所以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年代特质是直接反映当时的文学特质，有一些特质是反映当时的文化，有些特质是反映当时的史实，而有一些是比较是象征层面上的一种思维逻辑的吻合，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答题方式，这样可以吗？有没有想提问的？我是觉得我讲得很牵强，想要挑战一下。好，我们下礼拜要进入下一个文学年代，叫做第十七世纪。但是一样提醒你们，文学年代不一定跟日历年代重叠，所以第十七世纪这个年代它的起始点是1603年，詹姆斯一世登基。我们来看一下十七世纪的一些重要发展。要注意的是，第十七世纪非常的乱，这个是英国内战的世纪，甚至有些人不大喜欢把整个世纪看作同一个年代，会从中间切割。但是我们时间有限，再切割就没有上课时间了，所以我们放在一起看。1603年，詹姆斯王一世登基，他原本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信天主教的旧教。所以当时的人有一阵恐慌，不确定说这个新国王登基还是不是英国的国王，还是他会完全效忠就是罗马教廷。但是他一登基，他为了对抗这样的谣言，他跟上一个国王一样，坚持国王的绝对主权。如果你看16世纪下面我没有写好，所以他登基就坚持国王的绝对主权 ，absolutism。国王就是他讲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所以就摒除了就是什么会不会效忠教皇这些谣言。那这个绝对主权的另外一边就是他就开始挥霍财产嘛，他国王说了算，他想花钱谁挡得住？所以他就很常在宫廷上面办派对啦，蒙面派对啦，舞会啦，花大钱。而且他宠幸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宫廷人员臣吗？他宠幸的爱臣，以及他的一些伙伴大部分是男的，所以一直历史上一直有谣言说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没有出柜的同性恋。这不重要了，只是觉得很有趣。那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一直民间跟一些上流阶级的人一直很不信任、不满意，所以有诞生了一个阴谋。1605年，以 Guy Fawkes 这个人为首的一伙人，有一个计划要把国会那个建筑物给炸毁，史称 Gunpowder Plot。他们就累积了很多火药弹药，然后透过地下排水隧道放到那个国会大厦下面，然后想要趁国王在跟国会演讲的时候炸掉，大家一起死。被揭穿了，有人那个告密，所以被抓到了。这件事情后来被漫威改拍成电影，叫 V for Vendetta。Natalie Portman 主演，所以就留下了英国知名的一个童谣 ，Remember, remember the 5th of November， 就是原本预期要炸掉的那一天，11月5号，至今英国都还会庆祝这一天，
傍晚会那个烧大火，然后把 Guy Fawkes 的面具丢到火上，象征性的就是把它烧毁。好，那延续上一个世纪英国向海外发展，1607年英国在北美成立第一个殖民地，在今日的维吉尼亚州。这边没有写，但是第一个黑奴是1619年被带去北美的，我应该要写上去才对。那世界的另外一端，1611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第一个据点。东印度公司16世纪末就成立的，有做一些买卖，但是没有一个国外据点，应该说印度没有一个据点。1611年呢，他们原本在管理的一个印度的当地贸易公司，英国人觉得就是做得不好，所以就直接把人家就是攻下来，然后自己开始做，所以就变成第一个英国在印度的据点。那随着海外发展见多识广，这个思想层面从原本的人文主义渐渐加上了一些新的观察、新的思维，衍生出实证主义。如果人文主义是把人们只关心宗教层面的思维带到人间，就是开始去思考宗教跟俗世的关系，实证主义已经渐渐脱离了宗教，没有完全切割。因为基督教的想法是说天下万物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所以你即便是关照俗世的自然界的这些东西，你是间接的有宗教关系，但是这边就是从直接变成间接。实证主义下一步当然就是什么启蒙运动、科学革命什么，那个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1616年，知名作家 Ben Johnson 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还活着的时候就出版他的全集作品。之前有讲过16世纪的时候有活字印刷，但是一般人还是觉得印刷品比较低贱，不适合用来传播文学作品，所以大家都嗤之以鼻，不把自己的作品出版，都是用手抄啊、相传啊什么的。到了 Ben Johnson， 他是第一个印刷出来的，从此渐渐打破印刷的污名化。所以譬如说莎士比亚的诗啊、剧本啊，也是他死了之后后人帮他整理出版，我们才留下来的。那谈到文学的印刷的变化，就可以讲讲文学的变化。如果说16世纪很崇尚的是形式美，17世纪一方面更甚之，不只是形式的美，而且是语言的灵巧 wit， 通常我们翻成机智，但它原本的意思只是聪明才智，耍一点小聪明。所以语言灵巧，你可以说妙语如珠，就是这个世纪的语言特色，文学上的语言特色。那有这样子灵活的语言使用，就不能只是遵守着古典的语言，必须要融入一些当代生活的用语。所以这边也写 colloquial language，它不再完全崇尚譬如说圣经语言或是高尚的语言，生活语言也渐渐融入进来了。当然17世纪的生活语言跟我们现在的英文差蛮多的，我们读起来还是就是旧的英文。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开始有女性写手了，当然还是上层社会的女性啦，因为就是文学家依然养活不了自己，那这个只能是一个业余的一个嗜好跟活动。但是确实渐渐有一些上流女性也开始去写诗，甚至把诗出版，这、就是史前未有的。16世纪只有一个女生写诗，就是伊丽莎白女王本人。除了诗以外，我们见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文体的诞生，就是散文。
以前用散文写作的通常都是工具性的资讯类的文章，什么国王要颁布什么诏令啦，有什么什么征税啊什么的宣战啊，但是17世纪诞生的就是散文作为文学作品，它的源头是法国哲学家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蒙田在1580年出版他的 Essays， 就是散文。 Essay 这个字在法文的意思是尝试 Attempt， 试图要干嘛。那蒙田要试图干嘛呢？他要试图用文字记录他思想的轨迹。一般我们说文学作品都是想好了嘛，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就写下来，但是散文的诞生是一个未成熟阶段之下，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之后再回去整理的一种文体。那也不是说他想到什么写什么就出版了，他还是会回去整理，还是会回去就是修改，但是他不太会去 care 我们现在作文课教你什么头尾呼应啦，然后每一段要有完整想法什么，他不是很 care。 他就是他可能散文开始点是 A， 然后接下来写到 B， 然后写到 Q， 然后写到 Alpha， 然后鱼，然后就是变图片去了，不一定有一个逻辑关系，比较是一个联想式的散文。那他的作品1603年翻成英文，所以我们把英文散文的诞生归在17世纪。那毕竟还是翻译作品，英文当地作品的散文作品是散文大家是培根 Francis Bacon。 他的散文全集的最终版本是1625年出版，在此之前有陆续出版几篇，甚至有比较不成熟的所谓的选集，那全集是1625年。培根的散文就不一样了，他是用蒙田的这个形式，但是他写的没有那么虚无缥缈。培根在科学史上通常被誉为科学方法的发明人，他就是用他的散文的文体去写他实证的观察，然后渐渐去归纳出可能有什么原因。所以我们可以说西方的自然科学从这边开始。所以下次有理工科的人说你读英文系干嘛，你就可以说你不知道理工全部都是从文学诞生出来的。1625年詹姆斯一世挂了，他儿子查理一世登基。我们现在英国国王叫查理三世嘛，查尔斯一样的。所以查尔斯一世延续他父亲的风格，宫廷生活更颓靡，花费更大。然后他也花大笔钱去养活很多艺术家诗人什么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文化风格是相当繁复颓靡的。而且他的统治风格也一样，坚持国王的绝对主权更胜过他的父亲。所以这边有写1630年代他不但坚持国王主权，他还把国会晾在一边不管人家的。英国国会在历史上面的诞生是因为国家太大了，国王才一个人，所以很多地方事务需要由地方代表去处理，渐渐衍生出来。1215年大宪章规定说英国国会才有权利征税，制定法律，就是确立法律，而且国王也必须要遵守法律。所以国王不理国会这件事情很大。英国不成文宪法至今依然是国家主权归属国会，不是归属人民，不是归属国王，是归属国会。所以前几年脱欧的时候那个办公投嘛，然后公投结果出来把大家吓一跳，居然要离开就欧盟。那个时候就有评论人说，其实政府可以不理会公投的结果啊，因为其实主权归属国会，不是归属人民。但最后还是脱欧了。1633年，宗教世界也发生了一个变化。
英国国教是以国王为首，但是国王不可能每天管理教务，他下面第一大主教叫做坎特伯里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633年国王指派新的大主教叫 William Laud。 这个人的想法，他觉得宗教应该要着重信徒的该叫什么善德吗，就是行善。这个其实跟新教的基本精神不同。上次有简单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强调的是你只要自己看圣经，自己心中有信仰就可以了，所以跟行善没有关系。因此在宗教政治的分野上面，行善这一部分通常归属旧教天主教。那这下好了，英国国教是新教，但是大主教却是走就是旧教的路线，所以也让很多信奉英国国教的人觉得很不安。是不是果然我们的国王跟他的父亲一样，还是要把我们就是带回罗马的那个支配之下？这一切都是干柴之后。烈火一出现就是内战了，这比喻好像不大对。 Anyway 1640年所谓的长期议会被召开，为什么叫 Long Parliament 呢？因为国王从这一年开始完全不理国会，想要选举国会，想要制定法律干嘛，国王通通不管。那冲突就是从这边开始嘛，国王跟国会的冲突。1641年，原本的印刷审查制度被取消，但是你看1643年又重新恢复了。为什么呢？这两年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就是1642年内战开打了，就是一旦取消审查禁令之后，大家想要印什么就印什么，想要散播什么就散播什么。那之前有提到活字印刷发明之后最常被散播的两种文献，政治文献、宗教文献。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取消审查禁令等于是催生了内战的开始，煽风点火，大家都变得很极端化。所以内战开打之后政府就赶快恢复审查禁令，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开打了。英国内战一方面就是支持王权的国王派，另外一边就是支持国会的共和派。另外一个名称是骑士党跟元鲁党。骑士党是支持国王，这很容易记得吗？国王跟骑士吗？元鲁党是因为英国议员要戴那个假发，有没有灰色假发？所以他头是圆圆的，所以被嘲笑为元鲁，后来他们就拿这个名称引以为傲，叫元鲁党。所以你看下一行 Cavaliers 就是骑士党，但这边讲的是骑士文学，我们可以说骑士诗派。这个是支持国王那边的，很多都是宫廷人员。他们这个时候写的诗都相当悲观啊，什么世界马上就要毁灭啦。然后衍生了一种诗叫 Carpe Diem Poetry。 Carpe Diem 是拉丁文，它的中文意思是要把握当下，英文是 Seize the Day， 抓住那一天。所以这些诗都是讲说我们国家要毁啦，世界要了结啦，要赶快趁机会跟我上床，基本上就是这种诗。就是一方面讲说我们时日不多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赶快就是来爱我吧，有一系列的诗都是这样子。1649年国王被篡位了，就是他终于拿下来去砍头去了，因此开始了英国史上唯一的共和时期，没有国王。所以 interregnum， 我们看字根 inter 之间，
Regnum, R-E-G 的字根是国王的意思，所以中文翻成空位旗，国王位置上没有人，是一个共和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它不是设计好了吗？它是把国王拿下来之后，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变共和了。但总是要有人就是治理国家嘛，所以国会选出一个议员，名字叫 Oliver Cromwell， 给他封一个号 Lord Protectorate， 中文翻成护国公，听起来有点老旧，但就是这个人就是负责保卫家人。其实说穿了，其实就是他在统治了，只是说他的授权不是来自于什么上帝赋予什么国王的什么特权，他是国会选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共和政府的开始，有很多文坛知名的文人都是支持共和政府的。下一行有提到两个 Andrew Marvell。他是最知名的 Carpe Diem 诗人，另外一个是 John Milton， 他的成名作是《失乐园》 Paradise Lost， 是英国第一首史诗。但是跟其他史诗不同，其他史诗通常都讲说我国家都伟大，我国家是怎么创立的啦，然后经过什么历史患难什么的。Milton 写的《失乐园》讲的是亚当夏娃的故事。所以他讲的不是英国的创立，他讲的是人类的创造。如果你记得《创世纪》讲说什么，上帝创造亚当，然后创造夏娃，然后什么魔鬼去引诱夏娃吃禁果，然后因此人类被驱逐于那个伊甸园。这个故事，《创世纪》好像只花两三个章节 ，Milton 把它写成。12万行的诗叫《失乐园》，总共分12卷。有兴趣读的话，我下学期开的英国重要作家作品赏析会读一些。1674年是最终版本，它前面还有第一版，但是后来读者觉得太困难了，所以他稍微改了一下，然后出版成就是第二版。好，那在 Cromwell 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他的治理权他要去巩固嘛，所以这一阵子出现一个很奇妙的状况，他只要打仗都获胜，可是他一旦获胜离开之后，里面又开始内乱，所以 external victories and internal chaos 就是这个意思，他会打但是不会治理。我们历史上好像也有几号这样的人物吼。其中他打到一个地方，包含爱尔兰，他没有把爱尔兰拿下来，但是有几块他有打胜仗。后来他1658年病逝，他的儿子 Richard Cromwell 太弱了，没人就是追随他，所以很快的就是骑士党。又把就是查理士的儿子从国外抓回来，然后帮他复辟成功。1660年，我们通常把这一年当作17世纪的结束。所以真的要归纳出来的话，17世纪的基本精神就是向外发展，然后里面很乱。我们只会花一周时间读17世纪的作品，我们会读一个诗人叫 John Donne， 他是17世纪初的诗人，也是17世纪上半叶的最知名的诗人。他是一个牧师，但是他的诗跟他的演讲不只是讲宗教，他用了很多意象跟科学。跟远洋这一些就是很流行的主题相关，所以我们下周会读两首他的诗。我们这两周都是读五首，下一周读两首，你就知道每一首的长度会比较长一点。但是他用的意象就很
很，我们可以说耍小聪明嘛 ，witty。十七世纪的其中一个文学特质就是 wit。对，所以这是下一周，记得读完再来上课，就是至少要稍微就是熟悉一下在讲什么，即便你没办法完全看懂也没关系。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回过头来，仔细阅读几首莎士比亚的诗，十八首太简单了，我们跳过。好，六十首。哎，好。Like as the waves make towards the pebbled shore, so do our minutes hasten to their end. 如同，浪潮朝向充满那个砾石的海岸 ，pebble 是小人石嘛？就如同这样子一样的，我们的分分秒秒趋向于他们的终点。Hasten， 它的字根 haste， 通常今天比较常见，名词嘛，那个叫什么？急迫、紧急的名词。Hasten 是它的动词。就是赶紧赶去，赶去哪里？赶过去哪里 ？Each changing place with that which goes before, in sequent toil all forwards do contend. 每一个，他这边讲的是浪潮嘛？每一波浪，跟之前来的波浪交换位置。意思是说，后浪推前浪，浪一个一个来。In sequent toil, sequence, 依序的，所以一个一个依序的都向前挤。然后接下来四行，我们刚刚有稍微看过 ，Nativity 诞生 ，Once in the main of light， 曾经是。是我们可以说在焦点之下，那个聚光灯之下 ，crawls to maturity， 渐渐攀爬至成熟 ，wherewith being crowned， 而一旦成熟了 ，wherewith， 这个你可以稍微留意，这种单字的形式都是 where 加什么，我们现在会说什么加 which。所以 wherewith 是 with which， where to 是 to which， where on 是 on which， 所以 with which being crowned， 人一旦以成熟，或我们可以说戴上成熟的皇冠，就是成熟了，终于到了那个地方了。Crooked eclipses against his glory fight. Against 他那个撇号省略的是 a， 他需要省略一个音节符合格律。所以 crooked eclipses against his glory fight. Fight 是动词，它其实是主要动词，所以要把它从句尾放到中间。Crooked eclipses fight against his glory. 所以弯曲的。然后 eclipse 通常翻成日食或月食，这边就是消食消弱，开始跟他的生命的光荣去对抗，就是人开始衰老。And time that gave doth now his gift confound， 曾经给予的那个时间，现在把他给予的礼物毁掉。Confound 有一种打翻、打破的、弄乱的意思。Doth 就是 does， 没有意思的、啊，它这边多需要多一个音节符合格律。
Time doth transfix the flourish set on youth. Transfix 这边是固定下来的意思。我又旁边有用手写笔记，它的字源是 puncture 刺穿，把它定住。所以时间会把年轻岁月的美貌固定住。所以美貌繁荣原本是一个很活的东西，时间把它定死了。Flourish， 你看它字根 flower， 是古英上古英文不是中古英文花的拼法，所以 flourish 我们说繁荣繁茂，它的字根来自于花开花。年轻的，我们可以说那个精力能量，时间把它定死了。And delves the parallels in beauty's brow. Delve 是这边是耕田的意思，在美貌的额上前额上耕耘出平行线，就是皱纹。Delve 这个字我们今天只会用在一个地方，去深度探索， to delve into something， 就是 to explore something。 十一行 feeds on the rarities of nature's truth， 这几行主词都是时间吼，所以十一行时间也会去吃 feed on， 就是赖以过活，去吃它来维系生命，所以会去吃自然的 rarity， 我们可以翻成稀珍宝物，那就是它的生命力嘛，它的生命。And nothing stands but for his scythe to mow. Scythe 是镰刀。在英国传统是用来割草的，所以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让时间去用镰刀割下来的，所以一切都受时间镰刀的那个残害吗？ Mow 就是割草， mow the lawn， 我们今天还是会这样讲。所以前面十二行全部都在讲时间的摧毁，十三行 ，and yet 转折 ，two times in hope my verse shall stand，two times in hope 右边跟你讲就是 future times， 就是我的诗句未来依然屹立不摇 ，praising thy worth despite his cruel hand， 尽管时间残酷的手。但我的诗句还是会屹立不摇，去赞扬你的价值。这边价值就是美貌，这样可以吗？有没有想提问的？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要跟你们讲说，我选的这五首里面，我最爱的其实是116首。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花点时间把116首读懂。下礼拜记得把 John Donne 的两首诗读完再来上课哦。没有读完也是可以来啦，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就不来。好，下礼拜见。